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现在已经进入了倒数39个小时了，选情紧绷。而两党候选人陈世凯和严宽恒呢，一个是由党内大佬苏嘉全陪着拜票，一个则是由父亲严清标站台，全面努力催票，也让这场选举看起来完全像是严清标带着儿子来力抗蔡苏天王。街小巷宣传车拜票再拜票，选前倒数3天，严宽恒代父出征，把握最后时间催票催到底。父亲严清标紧跟在旁帮忙拉台选情。沙河化新沙，但世界共帅。另一头，陈世凯坐上了吉普车，由党内大佬苏嘉全陪同拜票，还有张俊雄夫人朱阿英带着妇女朋友站台主攻妇女票源。我们也愿意争取这个良性的平权。那陈世凯是一个非常杰出、非常优秀的。天龙，我都不天龙，我拢家己在拼哦，不要家在拼哦。双方阵容比一比，陈世凯连续几天党内大佬接力站台，严宽恒则打出了家人牌，父亲、老婆陪着拜票，较劲意味浓厚。还有全民党候选人余思嘉曾在政见发表现身。那要不要接旗？哪一个敢宽宏？第二选区立委补选，二男一女大 PK， 谁会胜出？周六就会见分晓。中讯李梦章、李姿贤台中报道。